刚出道的时候，千玺笑起来会给人一种非常羞涩甜甜的感觉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逐渐敞开的异样千玺已经完全摆脱稚嫩，五官立体分明，一张高级脸，剑眉星目，清冷俊秀，很有成熟男人的英气，变得更加的有型帅气。之前那个默默无闻的少年也开始在各个舞台上闪闪发光，魅力无限，跟现在娱乐圈流行的娘清秀风完全不同。他身上散发着超乎这个年纪的成熟，他可以是肌肉发达的时尚舞者，也可以是冷峻酷帅的实力偶像。出道五年了，却依旧是个内心单纯善良的少年，愿这世界能好好对他。千面千玺，每一次的他都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。有人说易烊千玺的左右脸是解不出的谜，同一张照片的左右脸分开看，却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两种感觉。他是我们平淡生活的来日方长，也是我们猝不及防的大梦一场。没有他不能驾驭的颜色，只有你驾驭不了的异样千玺。一半天使一半魔鬼，凝眸时如波澜不兴的黑海，流动时如空中飞走的流星。他的眼睛里藏着太多东西，一半天真，一半深邃，一半温柔，一半凛冽，一半温润如月，一半炽烈似光。他就是一个谜一样的男人，疯狂的让人着迷。在舞台上跳舞跳开心的千玺都会下意识的吐舌头，看到了吗？是不是好想舔屏？从眼神到姿态，独带一份清冷。他有种与生俱来的镜头感，冷静自持，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并坚持下去。异样千玺自带倔强的气息，演绎迷幻光影间的眼神流转，有着超乎同龄人的沉静和笃定。粉丝们不禁感叹，